三一点点就可以了。好，所以二三四的时候呢，就这样手放下就可以了。好，所以一往下压，那在压的时候呢，手微微的往上抬，身体就往下。好，二三四的时候往下，四五六的时候有点小跳，后面手举高，五六，然后手就举起来，放下就可以了。好，所以四在这里有点小跳，五六。好，七的时候伸出你的左脚，好，左手碰你的七，然后八直接带过来，就这个八拍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然后现在身体在侧面，好，先将你的右脚往后踏，一二的时候呢，好，手左手上，右手下，好，抓下来，二身体蹲低。三次的时候呢，好，伸出你的右脚，好，点三四，那点的呢，好，轻一点你的正右方，再点你的前方，好，那么你手呢，好，左手在前面，右手是平的，在旁边，对，三四，然后走路五六七八，所以第二个八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八跟第一个八动作一样，好，一样往下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第四个八，好，先出你的左脚，再出你的右脚往前，再右脚往后，再右脚往后，那，这是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好，那手很简单，一、二的时候往上面，好，三、四的时候就举下面，好，配上脚是，一、二、三、四就往下，好，就接五、六、七、八，一走五，好，所以四、二、三、四走五、六、七、八，很简单的五个、四个、八，不好意思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